凡投靠耶和华的，愿他们喜乐。我们现在用喜乐的心来唱这首《主的喜乐是我力量》。Thank you.
Yeah.
人的生命都有荣耀美好的计划，他希望我们活出他丰盛而美好的旨意，在世上做光做盐，荣耀他的名。今天我要邀请你们敞开你们的心，你们是否在主呼召你们动工的时候，愿意像这首歌词里所写的，无论环境如何，不看自己，不犹豫，不忐忑的和主说，是啊，主，我愿意，我在这里，请你用我。让我们一起